本轮的巅峰对决是3v3曲风创作赛，胜者全员晋级，败者全员淘汰待定。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，都给我干！你们可以考虑一下，过会要捞谁，好吧？这场战役必须打漂亮，谁输了就把戒指给对方。我们做了一首没有对手的歌，我觉得很搞笑，看来只有我们三个会出道。顽童内战，让我们来看一看本轮胜负结果。